美国太空总署公布的一个报告，就是讲物质啊，所以物质是无中生有。像发现者，他物质不是真正存在，无中生有啊。那么虽然生的这个无中生有，生的这个物质，这个物质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啊，几乎是说生它就灭了。我们常讲生灭同时，用这个来形容它，是很接近啊。那我们所看到的现在这个物质现象呢，这是这个现象的相续相，就如同我们看电影，在荧幕里面看画面。那荧幕画面我们晓得，这个电影现在放映的速度啊，我以前玩过这个小机器，16米的小电影，我喜欢玩这个东西，一秒钟，24张底片，啊，它有念佛告诉我们，我们这现在这个宇宙，它的速度多大呢？《人王经》上讲，一弹指，啊，一弹指的1/60叫刹那。叫一刹那，一刹那里面呢有900生灭，啊，那么换一句话说，那我这个弹指要弹次快，速度快一点，可以弹4次，那4×60，再乘900，刚刚好2.108万，啊，换一句话就是216000次，那是我们像电影放的，一秒钟放216000张的这个片，你能看出来是假的吗？啊，对的，就变成了一个不动的物质。对对对对对啊，所以是物质，它不是存在的，啊，所以不是它，我们所看的是相虚相，你完全你看不到的真相。那么佛告诉我们，什么人能看到真相呢？在大乘教里面，八地菩萨，八地菩萨那个定身呐，甚深禅定啊。所以极其短暂的生命他能看出来。您的意思也就是说，既然不是永恒不变，一定是有生灭的啊。对，生灭。我想大家都看过电影啊，影像现前了，你看在眼里啊，有的时候看着笑，有的时候看着哭。电影有没有过时啊？没有过时的，他什么都没有啊！影像。那不是真的人在表演的，那是个影像而已啊。为什么这个影像就勾引你自己的情绪呢？你就被他所转呢？那你太可怜了。那他没有过失，过失在你自己啊。它不过是影像而已，梦幻泡影，假的不是真的。只有一个荧幕，多半是用薄布做的，它不是真的人，假的。你被它迷惑了，你上当了。你去起心动念，你在里面造业。真的明白人，这是梦幻泡影。你知道这个画面是假的，然后晓得整个世界，这一切全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金刚经》上所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么你看到也好，听到也好，你心地清净，如如不动，一尘不染，你就入这个境界了。入这个境界的人啊，不造业啊，心地清净，慈悲。那在您看起来，现在科技高度发达啊，大家相信科学家，那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智慧。这个最高的智慧，在您看起来，我们人类目前所认识的整个宇宙的真相，达到多少了呢？没有达到，永远在零那个地方，没有进一步。1%都达不到吗？达不到。啊，为什么呢？六道里面。人的智慧比不上天呢，天比我们聪明啊，天有神通啊，天有五通啊，
陆俊通没有啊，其他都有啊，他能飞行变化了，他能分身呢，那比我们能力强多了。佛家讲的智慧是讲禅定，科学家没有定够啊。定生慧，慧才能解决问题，慧解决问题是自然的，就是本能啊。所以佛讲呢，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德相，是本能啊，用不着学，你只要把你障碍去掉，现在心浮气躁啊，把你的本能呢完全障碍住了。所以科学家说他没有离开妄想，没有离开分别，没有离开执着，那么换一句话说，对于宇宙的真相啊，他没有办法了解。那如果有一些老师或者是学生请教您这个问题，说人类认识的程度只有1%都不到啊，对，那么崇尚的这个科学在您看起来是什么呢？佛经里头有科学，有科学啊，你比如讲佛讲这个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啊，现在讲太空物理、量子力学，在佛经上全都有，比科学家讲的还详细还奇妙啊。科学家讲到微观世界里面讲的夸克啊，那么佛给我们讲的是夸克里头有世界，这科学家还没发现，那个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所以进入那个境界之后说没有大小啊。换一句话说，宇宙之间没有对立的，这个人不同，宇宙也没有对立的，没有对立才是你的自信，你的自信原来没有对立，没有对立的时候你能够贯通宇宙一切啊。对立是怎么？对立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里头建立的，你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夸克里头有世界，一粒微尘里竟然还有一个大千世界，谁能理解得了呢？佛法有高科技啊，你今天这个你看佛法讲到极处，现在科学家也知道了时间跟空间啊。佛说时间跟空间是假的，不是真的，你能够突破这个维次的话，时间没有了，你可以看到过去啊，过去2000年、3000年在哪，就在眼前，就像你看电视的画面就在眼前。真能看见吗？能看见，那人可以回到过去。我想回到唐朝就可以达到。啊，对对对，方法就是戒定慧。戒定慧。你是智者大师，我相信他这不是骗人啊。他在讲读华严经的时候入定了，在定中的时候他就回到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华严经，他在那听了一座，回来之后告诉人灵山一会也现在还没散呢，啊，那不是没有散，就是那一个空间他移到现前了啊。是时间可以突破的时候，空间也能突破，空间突破的时候没有距离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是要到外太空要发明什么交通工具，没有，月球在哪里，就在此地。啊，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就在此地。空间跟时间都现在科学距离这个还很远呢，这个在佛经里面这个科学是很普通的，不是高等的。And if you ask what a billion years means, in the history of life, I must tell you that a billion years ago, the highest form of life on the earth was a worm.3 billion years ago, the highest form of life on the earth were bacteria. 上亿年前的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是虫子和细菌。那么上亿年以后，再来看今天的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科学，又该是什么呢？越伟大的科学家越有着清醒的认识。今天引以为荣耀的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放在浩瀚的宇宙时空中，是极为渺小和幼稚的。人类不能愚昧无知，也绝不能迷信科技。So we must ask ourselves, we who are so proud of our accomplishments, what is our place in the cosmic perspective of life? If most of those beings out there, if they are there, stand in relationship to us as we do to the worms on this planet,
And that is not meant to be a denigrating remark, but only to suggest that humankind's greatest experiences still lie ahead of us. 那么您是不是建议那些大科学家都应该看一看佛经呢？我是常常讲经的时候都建议，希望他们学这个科学的时候一定要在佛法里面学，而且最好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阿弥陀佛是宇宙之间最大的科学家。人们相信科学家们是最有智慧的人，那么这些人是怎样看待高深的宗教呢？戴维·阿尔伯特，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哲学系主任教授。 God is the sort of placeholder name for those parts of our experience of the world which are somehow transcendent, somehow sublime. 弗莱德·阿兰·沃尔夫是理论物理学的科学家。I have no idea what God is, yet I have an experience that God is. There is something very real about this presence called God. Although I have no idea how to define God, to see God as a person or a thing, I can't seem to do it. It's kind of like asking a human being to explain what God is similar to asking a fish to explain the water in which the fish swim. 威廉姆·蒂勒，斯坦福大学教授。 God is a superposition of all the spirit from all things. But one day we'll reach the level of the avatars that we have read about in history, the Buddhas and the Jesus. 拉姆沙是拉姆沙启蒙学校的创始人、首席教师。 There's no God condemning people. Everyone is God's. 史蒂芬·霍金，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 Knowing how the universe works is not enough to tell us why it exists. To find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ould be to know the mind of God. 在您看来，哲学比物理高，宗教比哲学和物理还高，难道您也相信人的善恶惩罚？如果你们同意我刚才讲的有道理，是说物理学确实是建筑在非常美的结构上的，那么你底下就发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个美的结构？这些美的结构使得你了解了以后觉得很难是偶然的，这个结构越准确越妙就越不偶然。为什么有这个呢？这个我想是科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疑心也是哲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宗教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呢？这个我想要看你问谁。有的人认为宗教也不能解决，可是我们知道有很多人认为宗教是可以解决的。阿弥陀佛是个名号，什么名号呢？是我们自己真心本性的名号，不是别人啊。阿弥陀佛四个字是梵语，要是翻成中国的意思呢，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翻作智。啊，从意思上来翻呢，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啊，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是我们真心自性里面本来居住的，不是从外头来的。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所谓学佛修行，就是依照这些心理和行为的标准，改正自己错误的想法和做法，一心专念阿弥陀佛，离苦得乐，也使其他的苦难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临终时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再不受六道轮回之苦。所以有人就问了，极乐世界到底在哪里啊？那我们现在坐了飞机啊，往西，从西方就飞，大概飞了二十几个小时又飞回来了。西方
没有西方啊。佛所讲的西方，不是说我们地球的西方，银河系的西方，就是弥陀经上讲的十万亿佛国土，有世界明月极乐，有佛和阿弥陀，今现在说法。西方极乐世界，在银河系的西方，距离我们有十万亿佛国土远。现在单说十万亿这个距离，在现实中有可能存在吗？科学家的答复是，完全可能。Altogether,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observable universe, there's something like 100 billion trillion stars. That's a lot of stars. Two-thirds of the stars and planets and life, if it's there, in the universe.Are billions of years older than we are. And if you ask what a billion years means, in the history of life, I must tell you that a billion years ago, the highest form of life on the earth was most of those beings out there, if they are there, stand in relationship to us as we do to the worms on this planet. And that is not meant to be a denigrating remark, but only to suggest that humankind's greatest experiences still lie ahead of us.真正相信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有，确实有佛和阿弥陀，向往之心呢油然而生啊。我们念佛往生，是谁到极乐世界去受生呢？没有生死啊，我们以名去的，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丢了啊，我们的神识啊，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神识啊，离开自己这个身体，一弹指就到达了。你临终的时候，决定不会有病苦，欲知时至，自自在在的走啊。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换一个身体，莲花化身，啊，这个身体的相好光明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我们在经上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人家居住的东西当然干净，一尘不染，需要的东西心里头这一动念就来了啊，我想吃东西，念头才一动，哦，这个东西都摆在桌上啊，都是自己喜欢吃的，那不想吃了，不想吃这个东西就没有了，空了，不需要收拾啊，这是真正叫净土啊，一切物质都是随念而生，啊，不用的时候自然化去。我们听到这个话，好像感觉到很神奇，啊，其实现在科学家懂得有此可能，但是今天科学家做不到。啊，有此可能是科学家懂得，这就是能跟质的转变。科学家今天懂得这个原理，不懂得方法，啊，把能量变成物质啊，啊，我们需要用的，不需要用啊，就把物质啊转变成能量就没有了。原子弹就是根据这个道理发明的，物质转变成能量，但是怎样把？能量转变成物质，科学家就没办法了。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科学高明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科学家跟西方世界比也不能比啊。有人担心呢，您的这个建议呢可能会破坏科学，如果科学家都看佛经，会不会影响到科学的发展呢？不会，会提升，绝对会提升，只有好处没坏处。没有坏处，他们很聪明，比普通人聪明。因为佛法首先强调的，最后强调的都是仁爱啊。对，哎，佛这个佛法里头对任何没有破坏的，有破坏的不是佛法啊。为什么呢？佛法完全讲的是性德，性德是圆融的，性德里头我刚才讲了，没有对立，没有对立怎么会破坏？破坏首先要对立了。我也建立一个对象的时候，我破坏它了，没有对立。啊，所以佛法讲整个宇宙是一体，所以你真正了解契入之后啊，你会用真诚心爱一切人，爱一切物。啊，真的会，你会牺牲奉献的时候啊，会。
会为他们服务，你不会伤害他。你伤害他的时候，那你说你对佛法界一窍不通。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在佛法中有个根本的原理原则，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通俗的说，也就是你的心和佛和天下一切万事万物，这三者在本性上根本就没有一点差别，他们完全是一回事，他们是一个整体，不可以分开的。这种极为高深难懂的说法，谁能理解和相信呢？天下万物，他是他，我是我，猪是猪，飞机是飞机，怎么可能是一个呢？但是现在科学家们再一次研究证明，事实确实如此。杰弗利·萨丁诺夫，哈佛大学心理学讲师，耶鲁大学物理学讲师。It's one wave function, so it's one particle. I'm not sure that people's jaw would drop about it because I don't think people really believe it. And I don't mean that people say, oh, you're lying, or oh, the scientists are confused. I think it is so mysterious that you can't even understand how amazing it is. One particle in 3,000 different locations. Now, if you were to weigh one of them, would it weigh 1/3,000th? Well, you can't weigh one of them. Why? Because it's one particle. It's just, it's one indivisible particle. But if it's, but if it's in different locations, can't you put a scale under one? No, it's inseparable. It's not a set. This is the tricky conceptual part. That it's not 3,000 separate parts. Even though it looks that way. Right. You can look at it, and I mean, you can't actually see the one with 3,000, but you can look at the simpler ones, the ones that are 2 or 3 or 4, and you can see the, you can see, as I say, if you go on, if you go onto the web, you'll see photographs of these. You'll see these little dots floating in space, and these are the different parts of one object. They're not separable. It's not 4 different objects or 6 different objects. It's one wave function. It's one object. That's a real brain fart, isn't it? Because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you just, well, wait a minute, no, they're like here, so it's obviously 1, 2, 3. No, you can't pull one away from the others. If you try to pull one away from the others, the entire thing will just disappear. 迪恩·莱丁，原子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It seems like these two places are absolutely in space, they're separate, and the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But in fact, it's not true. At some deeper level that we can't see with our eyes very clearly, two places in space are the same. They are co-located, coexisting. 约翰·哈格林毕业于哈佛，曾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工作，现在是圣贤大学物理学教授。The deepest level of truth uncovered by science and by philosophy is the fundamental truth of unity. At that deepest subnuclear level of our reality, you and I are literally one. When do we make the shift from me to one? When are we the subconscious mind? When are we the knowledge of the one transpersonal self? I can influence my environment, the people. I can influence space itself. I can influence the future.I am responsible for all those things. I and the surround are not separate. They're part of one. I'm connected to it all. I'm not alone. 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原本是一体。真正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自自然然就产生了恭敬心，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互助合作。这个世界不但是一体的，而且也并非是真实存在的，一切物质是空的，都是由波动构成的，它是空的，或者用佛法的描述，物质是假的。现代量子力学的这个研究结果和佛法所说的是一样的。You have to ask the question, waves of what, really? What is the field that is waving? Is it the ocean? No, it's a universal ocean, an ocean of pure potentiality, an ocean of abstract potential existence. We call it the unified field, or superstring field. And that's what we're made of. We were all taught in school that the world is made of stuff.Of matter, of mass, of atoms. Atoms make up molecules, molecules make up materials, and everything is made of that. But atoms actually are mostly empty. 那么物质到底是什么呢？ Which rises in waves of vibration to give rise to the particles, the people, everything we see in the vast universe. 接着科学家们说出了和佛法完全一样的结论，一切法由心想生，就是万事万物都是由心想生的。What makes up things are not more things, but what makes up things are ideas, concepts, information. In fact, the universe is mostly empty. 现在这个波动的现象，科学家承认了。所有物质现象，波动的现象，这个话说的有道理啊。他讲的这话我一听就明了，我一听就点头，说的一点都没错，确确实实是波动的现象，是波动产生的幻觉。般若经常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话都是讲真的。所以说波动的现象，所有一切物质植物矿物，只要是有现象的，现在科学家要分析它，分析为分子，原子、电子，分析到基本粒子，仔细观察，它都是在动，它不是静止的，它是动的，动就产生波啊，所以哪一个物象没有波呢？我们佛家不叫波，佛家叫光。都有光啊！中国内地学气功的人，他叫气；科学家叫波，都是说的一个现象，一桩事啊！而且这个波动啊，是以这个思想波动啊最明显、最显著。为什么物质环境会随着我们思想波来改变？思想波的力量强，干涉它，改变它的这个波动频率，所以这个物质它现象它就改变了。我们可以改变它的频率，干涉它，干扰它了。如果是不正确的思想，那这个干扰就把这个自然现象破坏了，我们就有苦受了。就现在地球生态平衡被破坏了，什么原因被破坏？气候也反常了，海水温度也增高了，南北极的冰融化了，什么道理呢？我们的思想波干扰了，这个思想波就是贪嗔痴啊，发射出来严重的贪嗔痴啊。贪心所感的是水灾呀，嗔心感应的是火灾呀，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呀，心不平就有地震灾难呐，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是真理呀。可是这一个深的道理呢，科学家现在还没发现。